看向私聊老师即可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。如果一个人的五指之间的距离比较宽阔平均的话，这种人一般天生比较的喜欢自由，不喜欢受到约束，心胸宽广，不喜欢与人计较，为人处事方面不拘小节，待人也非常的温和热情，处事头脑灵活，思维活跃，非常的聪明，但是内心不够安定，不喜欢安定的工作或生活，人缘非常的好，朋友也比较多，但是事业和家庭方面不太顺利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